后，这种被称为活化石的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活超过2亿年。台湾四面环海，早年在西部海岸都能见到它的踪迹。但由于沿岸大量的开发，蚂蚱占领了海岸线，不应该说是消波块，所以目前只能在金门、澎湖看到这种活化石的踪迹。台湾西海岸还有零星分布，春龟甲里亚北亚北。但是族群量都不及金门来的多。哇，阿孙啊，从小就在金门长大。有一天，看到一篇跟货有关的报道，里头写着货对人类的重要性，并且有些台湾的学者故意要保护它。我心想，这种物件连到的海墘，嘴啊甲啥物闪款，为什么得搁甲保护呢？十多年前，我展开了对货的了解。几年前认识了一些台湾的朋友，开始拍了这支纪录片，就让我来充当地陪，带大家来看看金门的货吧。那为何金门还有这么多货呢？因为早期我们金门被金氏管制，海边有反登陆的鬼条在，海墘啊根本都没人敢挖，因为海边啊都是地雷，货才能在这里过着王子与公主般快乐的生活。但是随着战地任务解除，开放观光与两岸小三通，金门的海岸线也一一开花。眼看蚂蚱即将占领海岸，好甲在离金门还有一挂人、一挂所在，为后的生存来打拼。金门水产试验所是目前金门可以看到成货数量最多的地方。1997年起，金门水产试验所就开始了货相关的研究。这里的货都是在上岸产卵时被移民误捕之后送到这里来安置养殖的。我的朋友陈永生就是负责照顾这些货的人。就已经切了一角了，这个应该是在野外 就受伤了。这个事实上像这种受伤的这种的话比较少，说是野外生物去攻击到它，应该是所谓我们人的一些器具的话，去让它受伤的。小时候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种年龄层了、那时候的货的数量是很多。小时候的话，海边是经管时期的、一般没办法，就是随时都可以下去的。像说比较经管那时候比较不是那么严的时候的话，下到海边的话，有时候看到一些小的。体型小的货进到水的时候，手里的我大概从事了很多的工作，像养鱼也有，养虾也有。那是后来的话，因为工作有轮调的关系，所以就接触到货的这部分。那在手里面的话，也是因为刚好有从事繁殖这部分哈，所以说就这样子踏入进来了，就这样，陈永生以后朝夕相处的日子，一转眼就是十多年了。看到他奇特的外形，
应该会有人觉得它是种躲在海里的怪鱼吧，对它产生恐惧的心理。但事实上，金永生说，货跟鱼没什么关系，它属于节肢动物，是个面恶心善的家伙，性情还非常温驯，身上还有许多跟人类相关的知识呢。一般货它有三个体节哈，就是所谓头胸，然后腹节，然后一个卷尾这个部分。那像它的头胸的话，在比较前面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小点，这是它的单眼，这个是眼睛的部位。这边哈，这边跟这个是所谓的护眼。货的头胸甲两侧，那对护眼有着强大的感官构造。是人类感官构造的100倍，一粒好钢在夜间也能找到好物交配。获得护眼有特殊的功能，能使模糊的形象变清晰，因此人类应用相同的原理来提高电视的清晰度。此外，在获得身上还有另一项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的东西，那就是获血，给门叫做好清。获血含有铜离子，与空气接触后会变蓝色，抽取后的血清所制成的试剂，可以快速检验医疗用品是否遭受细菌内毒素的污染。那以公的来讲的话，它跟母的气杯，就像公的它有一个凹的地方，然后这个颜色一边六根哈，在六对。腹部它的脚的话，它的脚的话，第二和第三对的脚，沉重、锅状。那公的和母的话，在体型上来讲的话，母的会比较大，公的体型会比较小。母的话，它前沿的话是没有凹的哈，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颜色。那它的颜色的话是三长三短。母的它的脚高，它的第二、第三对步足的话都是剪刀状的这种状态。在阮金门，好又被称为夫妻鱼或鸳鸯鱼。渔民在捕捞到货的时候，拢讲一副号，也就是一对的意思，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很少有孤家。渔民认为抓到孤家是不吉利的，是种破坏好姻缘的象征，因此有抓好公随三当的说法。在货的交配季节，好公会紧紧抓着好母，好母在前，好公在后，这样的形态就是借由鳞翅与步足所造成的。一般交配状态的话是公的，它会寻找母的，然后找到母的话，之后的话，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卡住。所以说，为什么在性成熟的公后的话，它的脚就形成不一样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哈。它用它第二和第三对步足，然后去勾住母的这个位置，然后这样子卡住。好。这边好，这个位置部位，它勾住了这样的状态。公的用它的第二和第三对步足的话勾住母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只要公的不放的话，它就母的一直拖着公走。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产卵的季节哈，所以说一般我们在看它的一个，我看到的话，它卵的话就挤出来了。这个是产卵孔，一般的话从在这个部位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黄黄的卵粒。那这些卵的话都已经是成熟度，成熟度过的话哈，你稍微挤压的话它就会跑出来。那这个也是检查它成熟度，卵粒成熟度够不够的一个方式。成后多数的时间是生活在20到30公尺的海沟中，性成熟的后会在清明到中秋、初一到十五的大潮，游到高潮线的上沿沙滩产卵。金门水师所附近的乌江溪口这片沙滩，正符合了后的产卵条件，岸边布满了金管时期所留下的鬼条仔，几年前还看得到的雷漆，相对于台湾布满了消波块的海岸，这里少了人类的干扰，才能保留货的完整栖地。货在野外的原始栖地就需要这种有海水、有泥、还有沙，才有办法产卵、孵化、成长，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
姐，这个好嫩啊，有看无？伊差不多拢伫迄个清明、端午前后到中秋节前后这段时间会来这边产卵。产卵的时候是伫沙滩里面的高潮线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因为三分之二的地方太阳最充足。潮水愈细的时阵，伊高潮线的水淹袂到，伊沙滩拍的时阵的机会较悬。啊，你平常如果在低潮的话，都是海水泡住，太阳光没有办法照射吼，对伊的孵化的速度会较慢。伊叫马鞍藤啦，啊，这个是白喉鹰的。马鞍藤啊，你嘛喉了，你啊就先用这个白，这个叫喉藤。这因较早就是白喉的啊。这安尼，海边啊，那个当做绳子用。啊，两只两只，甲绑咧沙滩边边啊。啊，无你即马去，伊就走去啊。爱甲绑起，伊还袂走啊。沙滩高潮线的后卵也在50天后孵化。孵化后的小货会等着潮水，将它们带到潮间带的泥滩地，开始在这里慢慢长大。几只大只？伊即卖吼一个尾巴甲两个尾杆吼，啊拉出去的一条线，三条线会变成一个川字形。啊，这越大只会越明显，啊小只的话就只有一条线。啊，伊即卖有一只那推土机无，一直伫迄个土。啊，因为咱即卖太阳还袂出来，伊就紧赶紧来觅食。当然，你十点了，太阳出来，水干掉以后，它就躲起来了。啊，恁尻川拢无翕到，恁拢无翕到伊尻川，恁拢无翕到伊尻川。哦，伊即卖有外力，伊就开始紧缩。吼、哦，当然，这是伊的防御，但是伊袂共插，伊这也无毒，伊这无毒，毋免惊。这只叫做有学问的鱼，叫做虎。那有一只英文叫做 Horseshoe Crab， 吼，伊即卖即看袂出公个也母个。好，你看这，这只你看，这只你看，有无？你看有无？我把酒看有。这只是伊蜕壳个，这个真的就做了2岁，有无？嘿，这个是伊蜕壳个，吼，像这只你看，伊蜕壳个过程中尾溜就无伊啊。吼，伊这只，现在尾溜就无伊啊。啊，像伊即马，然后大概1岁、2岁、3岁安尼蜕壳，他不是算他的年纪，是他看他的蜕壳次数。啊，蜕壳次数关键的是伊的营养成分。好，即马觅食、阳光、水温都很稳定，伊大概10几天就蜕一次壳，10几天。像爱看老水，一老水就蜕一改壳，安尼就1岁。或小时候一年可以脱好几次壳，每脱一次壳长1岁，那他一年就可以过很多次生日了。后每脱一次壳长大 1.3 倍，但是后长到5到6年之后，蜕壳的速度会变慢，每年只会脱一次壳，一生总共要脱约13到14次，至少10年的时间才算成后，来继续繁衍下一代。当小后在这片泥滩地长大后，就会与小后的老爸老母一样，回到大海深沟里，由沙滩的高潮线孵化，到潮间带的泥滩地觅食。最后回到20到30公尺的海沟中，这样的栖地才能构成货的成长循环。在金门水头后翁一带的海湾，正好具备着货栖地的3种条件：高潮线上的沙滩、退潮后的泥滩、20到30米深的海沟。所以我们在地人才说“会几针，阿门港小酒干追讨号”，意思就是水头的货数量很多。水头这一带的潮间带，属于货成长期的栖地。长大的后就会游回大海栖息了，而其实我家就住在水头这个海湾的中心点后丰港。后丰港离金门拢叫做红门港，我们全村都姓洪，是郑成功部将洪系的后代。
记录有300多年的历史。由于位处于水头海湾之中，这里的人都跟货有着密切的关系。阮家门口这个海墘是阮细汉佚佗的所在。阮祖囝细汉的时阵，常常来招掠后囝乌沙水。生态丰富的潮间带，除了能让小货在此成长，300多年来还养活了我们前村的人。洪光照，一个坚持古法捕鱼的渔民，当大家都已经改用机械拖网时，他每天还在退潮的时候来到潮间带挖沙虫，以延绳钓的方式来捕鱼，并整整持续了40多年。自然在洪光照的生活中也有许多与货的接触。好拍会到，我掠大只后是看后抛，后抛的棍就一对号，一时许个存一个五，哎，细后抛，后抛手村了，就一副号，啊，杆伫面顶，啊，母伫下底，啊，水库就平一个五，样，杆甲母，伫土面。较早一日掠20-30副个，你一副我一副。人讲民以食为天，在早年金门物资匮乏，货与人的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吃的上面。但我们这里的渔民并不会专程去抓货来吃，而是在鱼捞或是破饵的时阵捡到的。最苦的时阵，阮阿兄木久也都伫渔网捡到一对蚝。晒哪了啊？太太好势。那什么大条你看嘛，钓了。哦，你这虾的肥，我菜过只大条你看。我常常听阮的师大咧讲，较早澳门港的虾非常多，多到无人要滴，有的是去用蟹去筛蟹做肥料。现在的蚝是没那么多了，但是类似的堆肥方式还是可以在这里看到。将货放进堆肥桶之中，待分解成液体之后再加水稀释。在我们金门，货还有其他的民生用途，如货的头胸部能当作蚝卡卡，作为盛水的容器之用，货的腹部能当作辟邪用的虎头标。只不过货的这些民生用途在金门战地任务解除开放观光之后开始有了质变。这拢是去用餐厅剁了，要去炒菜用的啊。啊，我讲你若好太太的，好脚甲老的，啊，就是甲老的。啊，我即马甲收收的，明天再来做彩绘。我现在要把它晒干啊。晒干才可以保存啊！啊，这敢有算保育嘞？即摆还无列入保育嘞。其实金门人拢知影，有几间餐厅是伫台后卖予观光客，但是我目前能做的，就只能去餐厅帮货收尸，然后像电影里的送行者，让货走得美美的。虎头标吼，金门伫较早好足济。为着要辟邪，伊就把这个形状微微的，啊，就把吊入门楣。啊，这个微微毋是凊彩吊送的，迄即摆共阮甲厝电安，爱有经过同机法师加持过，吊入遐较有效。伫阮阿明港内底，效对于每一个时代人来讲，做甲无啥物稀罕。但是时代在进步，这种拿货命来换人命的传统，我觉得要有所改变。货可以不必牺牲，其实也可以为人类创造一些价值。这改良过虎头标啦，啊，虎头标因为即马整治后向台机，你啊为了保持它的完整啦，啊也头部的去做一些变化啦，就虎头标加迷彩钢盔。钢盔鱼啊，美国拍迄个阿富汗，迄毋是沙漠迷彩，毋是这种色的嘛？才金门呢？
哦，金门还对着时代，金门。